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Brett，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收看这一期的视频。那今天呢，我又出来了啊，驱车呢来到我们这边呢一个湖边来进行露营野炊。那在户外进行拍摄呢，一台相机这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了。那除了一台相机之外呢，还有什么设备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呢？是的，那就是麦克风了。我们的收声在户外是非常的重要的。那现在正在对我收声的呢，是我的罗德的 Radio Mic Pro 这款麦克风啊。那它现在呢是架在我的 AGC 的上边。那我平常在户外的时候，我都是用我罗德的这款麦克风啊，这款枪型的麦克风，因为它是个枪型指向型的麦克风啊，只要它冲着我的嘴巴，那它就只能收录到它指向的方向，也就是说我嘴巴的声音，那它周围嘈杂的这些声音啊，它是可以完美的屏蔽掉的。但是啊，因为我的 A7C 呢，它是一台小巧轻便的相机嘛，我为什么出门户外啊、旅行啊、包括露营啊、野炊啊、出差啊，我总是爱带着这台 A7C， 而不是那台 A7M3 呢？就是因为它的小巧轻便嘛。但是当它架上我这台罗德的麦克风的时候呢，它可就一点都不显小。所以说呢，平常我出门的时候呀，我有时候就觉得它就是有点个头太大了，跟我这个 A7C 啊，总是有那么一点不便携。加上它之后呢，让我这台小小轻便的 A7C 相机呢，个头又整整的翻了一倍。大家可以横向的去看一下它的大小哈，大家可以看到罗德的这款麦克风呢，在 A7C 上面还是显得非常的突兀的。那就体现不出 A7C 这台相机的一个小巧轻便了嘛。所以说我就天天琢磨着有什么解决的方案啊。那么今天就跟大家来介绍一款小巧轻便的一款领夹式的麦克风。录节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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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干啥来捞鱼吗？啊，捡垃圾。啊，我接，我觉得挺好。这边的环境都是你来过上。每次来这我就很感谢。那俺家台上？不是，那个个人频道。个人频道，媒体。挺好。那这是一款来自迈锐斯的一拖二的无线小蜜蜂。那它有一个接收端，还有两个收声端。是的，它是可以同时进行两个人的声音录制的。我们在户外有时候两个人进行对话呀，包括你做一些采访类的节目呀，那一拖二的无线式小蜜蜂，这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搭配方案了。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接收端啊，这个接收端呢，也就是加在我相机上面的接收端啊，它就这么大小，基本上比我那个罗德的枪型麦啊，不知道浓缩了多少倍啊。而且呢，这款产品呢，它是白色的设计。是的，之前呢，我也非常的纳闷，为什么作为数码产品，尤其是这种麦克风类的产品，都是统一的黑色的，一成不变的颜色，大家会不会有时候觉得非常单调呢？反正我是有。刚好我的相机啊 ，A7M3 也好 ，A7C 也好，它都是黑色的。而且我这台 A7C 呢，就是我用了太多太多的黑色的相机，所以说我选择了这款银黑色的组合。我觉得为咱们黑色的相机啊，搭配上一款白色的无线小蜜蜂呢，这个黑白配的组合还是非常的漂亮的。您说是不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这台索尼 A7C 相机它的小巧身材是不是又恢复过来了？那这款麦克风啊，它可以切换单声道和立体声的录制，我们可以将两个人同时的对话呢，给它录制成立体声，当然也可以给它分开两个声道啊，一个人在左声道，一个人在右声道，都是可以实现的。我们的收声音量呢，也是可以调节。接下来我们看它包装里边都有什么吧。它的包装里啊，首先有两个领夹的麦，还有两条接收端的连接线。那一条呢是可以连接手机的，那另一条呢可以连接我们的相机。是的，你没听错，我们在户外的时候，你可以用相机拍摄的时候呢，用这款领夹麦来进行收声，也可以用手机来进行拍摄的时候呢，只用这款麦克风啊。我们先来看到它的接收端，在它的侧面呢有红色的两个开关，最左边的呢是电源的开关，最右边是切换单声道和立体声的开关。它还有三个指示灯，一个是电源的指示灯，还有两个收声端的指示灯。下方呢有个充电的 Type-C 的接口，在它的前方呢有一个连接相机或者是手机的接口，还有一个耳机的监听口。在它的下方呢有一个小夹子，这个夹子是可以插入相机的热穴上面的。我们再来看到收声端，红色的按钮可以进行菜单的切换，左右按键可以调节频道的选择和音量的大小。侧面呢是它的电源开关，那在它的下方啊，同样是有一个 Type-C 的充电接口。那前面这个就是连接我们领夹麦的插孔了，它同样也是有一个小夹子。我平常使用的时候呢，都是用它来夹在我的裤腰上。OK， 那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咱们来给它连接上，来试试它的收音效果到底怎么样吧。
OK， 现在大家收听到的声音就是来自于迈锐4这款无线依托2的小蜜蜂的收声效果了。大家觉得这个声音怎么样？它这个收声的大小呀，可以通过挂在我腰上的这个接收端呢来进行调节，当然也可以调节它的单声道和立体声啊，还有左右声道的这个效果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收声效果，跟之前的罗德的枪麦进行比较的话，大家觉得哪个收声效果更加好？你们也可以把你自己心中的答案打到公屏上来告诉我。好的，现在呢，我也对它的无线收声的这个距离呢进行一定的测试。然后我一边往后退呢一边说话，然后待会呢来看一看在多远的距离它会没有信号啊，停止录制。好，那么现在呢我往后退，现在大概是距离有个5米的距离了，然后这个声音效果大家应该我觉得现在还是听得蛮清楚的，对不对？然后我再往后倒啊，然后现在呢大概是有个10米的距离了，大家感受一下现在收声效果怎么样，是不是还是像我在刚才相机旁边这个声音的收声距离，这个声音大小还是没有变化的，对不对？然后呢我继续的往后退15米了，接近是20米了吧，现在这个距离大家可以继续感受一下这个声音的效果怎么样。然后我继续往后退啊，继续往后退。我觉得呢在这个位置我不能保证它的收声效果，它的无线信号是不是还能够接收得到了。然后为了做测试呢，那我继续往后走啊，咱们看看到底是在多远的距离呢它可以，它的无线的这个收声效果呢就不灵了啊，就不能进行声音的收录了。然后我再继续往那边走啊，继续往这边走，然后穿越这片草丛，然后我来到了公路上面，现在我已经到达公路上面了，我觉得这个距离又可以了吧，一般没有人进行，是，哎呦还真累，不知道这款迈锐4的无线小蜜蜂呢它刚才的声音有没有收录得到。我觉得呢因为现在是有树啊在中间作为一个阻隔，所以说呢它的声音肯定是在我人消失的那一刻估计声音就已经消失了。然后我来到相机旁边，然后我们看一看，我也来看一看它的收声效果到底，它的收声最远距离到底怎么样。OK， 那今天的内容啊就先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这期的内容的话，别忘了给我投个币，点个赞，收个藏，转个发。那刚来的网友朋友们呢，也希望你点个关注，关注我。那么下一期将会更加精彩，让我们下一期见了也不散。